我们紧接着，我们马上来测评这个小米锅巴，这个应该跟它是同类型的。这个是我们买的是麻辣口味的，还有五香味的。哦，我们还有一个五香口味的，不能吃辣的，就是买五香口味就好了。刚刚那个南瓜酥不会很辣哦，也不会很麻，我觉得蛮好吃的。嗯，这边是五香味，这边是麻辣味的。没有难去。嗯，我先尝一下麻辣味。我觉得这个麻辣味一点也不辣，真的。很辣。那会不会有腻腻的感觉？没有啊，你们尝一下。它那个米香味很浓。对对对，它的米味很重。嗯，五香味的还挺好吃的。嗯，不麻不辣。我觉得有，我觉得有一点点，有一点一点点麻，有一点点麻，就是、可能是我味觉。不能吃辣的都可以吃的那种。嗯，它不是说那种后劲很足的那种。嗯。